英德人清明节扫墓祭祖都有一样重头戏的美食，就是烤乳猪，这是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应节之物。用烤乳猪祭祀完先人之后，亲戚朋友们会聚在一起共享美食。小时候穷啊，就要到清明节的时候去山上祭祖，祭完祖了，小孩子不是肚子吗？一人用个刀，一人一坨，一人一坨，就叫太公分猪肉。每年清明，英德市黄花镇梁氏家族都会在祠堂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今年，梁志华师傅有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制作祭祀所用的烤乳猪。他制作的烤乳猪皮脆肉细，骨酥味香，要探寻绝密配方，先要跟梁师傅一起抓猪。慢慢的，趁他不备，你喊个一二三，咱就上啊！一、二、三，上！他是不是听懂了？梁师傅熟练的将乳猪拆骨铺平，流畅如功夫高手般的刀工让我叹为观止。塑形完成，接下来是至关重要的腌制环节。梁师傅的腌制秘方到底是什么呢？哦，秘方来了！您不告诉我，我以为这是一道凉菜呢。什么叫秘方？那是混在一起的嘛，就不能让别人看出来啊！您对秘方有了新的诠释。香料有七八种。腌料秘方如同梁师傅的武林秘籍，保密工作做得铁桶一般，但我偏不信邪，非要把这秘方中的材料问出来不可。为此，我拿出了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绝招。整体是这种呈现这种黄色的，莫非这个里边有姜？没有姜，没有姜，闻也用了，就该问了。您能告诉我两种吗？好，交代吧。小茴香粉，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梁师傅勉强透露了几种香料：小茴香粉、甘草粉、香叶粉等等。柠檬粉，对对对对，你别，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像我猜对了，这个感觉呀、让我觉得就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见取腥里面还配上一点。接下来，梁师傅给我布置了任务，用腌制秘方给乳猪按摩，使它入味儿。将腌料均匀涂抹在乳猪肉上，用手的温度使调料微微融化，配合按摩，让腌料的滋味渗入肉质肌理。按摩中，我却发现了腌料中的另一种配料。看见吗？这个秘方又被我掏出来一个大蒜。乳猪腌制需要三个多小时。中间还有什么可吃的吗？那就我们去抓个鹅来看看。抓个鹅啊，太好了，吃烤鹅啊。谁去抓？你去抓了，我去抓。我抓，你抓不到就没得吃了啊。哎呀，我也是嘴馋。师傅，那我可有言在先啊。反正您那后院，我要是抓不着烤鹅，还有别的，我抓到啥咱就烤啥，行不？行。行，我看见后院还有匹马呢。好好好。逮过鸡，抓过羊，没想到啊，梁师傅给我布置的任务是抓鹅，鹅是真的不好抓呀。小时候啊，我成绩一不好，我妈教训我，我家那只大鹅在院里边就搁那喊，该呀，该呀。今儿我得报仇了，今天我得。想着抓鹅做美食，我的动力满满。我的武力值和灵活度大大提升，迂回包抄、围追堵截、战略战术全用上了。该呀，该呀，大鹅呀，我来了。大鹅还琢磨着呢。哎，那个人呢？抓我那个人呢？没了。一、二、三。抓住你该不该说话啊？你不是最喜欢说该呀？终于将鹅抓到了。鹅，梁师傅又有什么独家制作方法呢？今天我们又能吃到烤乳猪，又能吃到烤鹅。乳猪不能吃今天？
明天要祭那个祖。给乳猪入味的腌料秘方再一次登场，给鹅腌制入味。只不过这次腌料秘方需要涂抹在鹅肚子里，是由内到外进行入味。在鹅腌制的时间里，乳猪的腌制过程已经完成了。在保证皮不破的前提下，将乳猪小心地穿在刻制的叉子上，固定好造型。这里破皮容易焦，为什么这么在意它的外表？我们去冀州又整只的猪，这也是对先祖的一种敬畏，一定要把最好的呈现给他们。没事。这时候梁师傅又拿出了秘密武器。没有味道啊，这个。这个是红醋。我第一次听说红醋。这个呢就是水。白醋吧，这个。白醋啊。啊。我鼻子是不是坏了？我为什么醋我都闻不出来味道？就是嘛，两种醋，一种白醋，一种红醋。我得找个刺激的，我试试。我是鼻子有问题。辣子，证明鼻子没事啊。这种使烤乳猪酥脆鲜香的秘密武器就是脆皮水、白酒、白醋、红醋、蜂蜜、柠檬调制而成。白酒负责酥化，白醋、红醋、柠檬汁用于起脆皮，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皮脆肉嫩又多汁这种复合的口感。上烤炉，上烤炉，走起！哇，在英德最地道的烤乳猪做法是用土窑烤制，土窑高约两米。窑内直径一米左右，窑身全部用青砖砌成，顶部除了炉膛，就只有外围一圈30厘米的窄墙。家里人都爱吃烤乳猪吗？女儿、儿子都不吃吗？从小吃到大，不是天天吃啊，天天吃，还是有客人呢，给他搞一点。梁师傅年轻的时候在外打工，在酒店后厨工作20多年，如今回到家乡，他想用自己学到的手艺，把家乡的传统土窑烤乳猪发扬光大。让更多人品尝到家乡的味道。这是亲手抓的鹅啊，亲手拔的毛，按照烤乳猪的方法给它按的摩。哎呀，在粤菜中有很多菜式都和烧味有关，烧肉、烧鹅、叉烧、烤乳猪等。这些美食的背后是几代人传承下来的技术和对味道的极致追求。看到这只烤鹅的时候，一切都值了。你肯定以为我说的是今天上午的辛苦都值了，我说的是我的眼睛都值了。一个小时的烤制过程中，鹅皮收缩，从微黄变成焦黄，肉香飘满小院。烤鹅出炉，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尝尝。望眼一穿，烤鹅，快！梁师傅这次制作的美食十分有创意，馒头片油煎打底。草莓微微煎一下，激发出鲜香味，顶上覆盖一层鹅皮，一口咬下去，鲜香酥脆，爽口清香。梁师傅啊，给这道美食起了个可爱的名字，汉堡烤鹅。怎么样，师傅功夫好耶，真的好，好耶，哇，好耶，太好吃了。一只烤鹅进肚，烤乳猪也差不多70%熟了，乳猪已经呈现出了漂亮的红色，吃饱了好干活，我信心倍增，向梁师傅提出啊，由自己完成最后的表皮炙烤。我坚持不住了，来，我来，把那个油拿过来。哎，好嘞。哇，看着您好轻松啊，洗一下澡。哇，这乳猪在土窑里，利用窑内余热烘烤3个小时左右。再转到明炉慢火烘烤，不断刷上花生油增香提亮，火力加持下飘来阵阵浓郁的肉香。为了防止表皮烤焦，要不断的旋转翻面。来，我来转一下，至鲜的美味啊！呼呼呼呼呼！啊！哇，师傅你拿呀，我换个手。哇，这个手快熟了，我的这个也得让它均匀一下。啊，今天给这个小猪卯上了。师傅，
求助一下来。梁师傅说呀，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但听到大家夸赞自己做烤乳猪味道好的时候，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一年一度的清明祭祖活动开始了，梁师傅用自己精心制作的烤乳猪向逝去的祖先和亲人庄重地表达着自己的缅怀之情。祭祀结束后，梁师傅马不停蹄地赶回后厨，指导帮手们为祭拜回来的族人们分割猪肉制作美食。我也来打打下手，是不是还需要再来一个？对对对，小心点。太公分猪肉，没错啊。师傅请品尝。嗯，好香，真的好香。来，嗯，太公，继续开工。那我这个还有跟猪就这样。乳猪外皮由于脆皮水的加持，油脂爆开，依然保持着鲜嫩酥脆的口感。去皮后的骨头和肉用来煲汤，鲜甜无比。好，完成了。哇，完成了。师傅给选了一块，肯定是最好的一块。嗯，这个皮，啪一下在嘴里爆开了，这个香味哇！清明缅怀先祖，这种传统的仪式，年年轮回，代代传承。应得的人们选择将这个时节最鲜美的美食与族人分享，这些被赋予特殊意义的美食，也就这样流传了下来。